啊，阿弥陀佛！你看，很快一个月过去了，也初一了，我们也进入了呃今年的一个共修大悲忏的第一次念这个大悲忏哈、啊，今年，那我们在上个星期四经过那个净化洗涤，然后有些师兄也在这一个星这一两个星期里面。 啊，帮你们深层的给了一些的指导，包括在生活和在禅修上的一些指导。那可以发现到，经过这样的一个洗涤和这个指导的话呢，你如果能够真的入法性，啊，能够听进去，能够把这个所有的指导。 进入你的心性之中，我可以跟你说，你今天在念这一部《大悲忏》的心灵跟卓菩萨的一个交替，甚至就像听到师傅对你说话一样，那种心灵无处的深沉的感动，以深沉的惭愧和忏悔是，冥冥中就是说，师傅跟我们说法了。 而我们的心灵也感受到法意的存在，那种深层的进入会导致我们深层的惭愧和忏悔。我相信很多都有在其中感受到每一个这个法意就是大悲忏里面的法意，带进给我们心灵的一种感触，这是肯定的。好，好，那我们再看看师父今天的开示了。 当然，每一年二月初一，师父给的开示还是一个提醒，还是一个教导，还是一个重新再提醒、提醒和提醒。深入法中起自信，入门慈悲内在处，利乐众生本是则，自了分明造福人。 信通一切法，明通智慧转明修本如，了了分明内众观，转明自中为菩提，善导引入立本愿，达救立志利人天。所以你看，整体的说法还是又在同时提醒我们。 我们已经深入这一个修持的道路上。当我们要进入修持的道路上，最大要注重的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一个法身，因为我们的法身慧命在修持着我们的这个过程之中。 是从我们的法中，就是法里面去体悟、去明白，并且提升自己的自信。意思是说，我们走入了修行门，听了很多佛法，用佛法进入我们的法身慧命理中，你很自然就知道哦，这个法是在开悟。 让我能够更加的提升我们的清净自在本如身，意思就是说，你越修，你入法的话，你就越清净越自在。这是第一，第二，你从内在的慈悲，因为我们入门慈悲内在处，我们是讲口头上。 理论上，我们在修慈悲，修观世音菩萨的大慈悲门。但是，慈悲不只是理论，不只是言语，而是内在我们里面真实的你的慈悲。你的慈悲要从内在发之而向外。 发自修行，要从你们内在修出那个慈悲，然后对众生是慈悲门的进入。意思说，我们慈悲什么？慈悲众生。众生有两种，一则是内在的众生，一则外心的众生。内在的众生就是我们自己里面。 除了我们的四生以外，我们还有很多众生。我们的贪嗔痴慢疑无明，都是一个众生。我们要对他们升起慈悲。 之外，我们对外的就是对看得到的人性众生，也要对外的那个无形众生，就是鬼神啊，看不到的、啊。那么，任何的一个众生，我们都要把我们的慈悲进入他们的心，去感化众生。所以，对众生来讲，是我们的责任。 如果你对众生没有负起一定的责任，你觉得你发慈悲门可以入法吗？不可能入法。所以你进入慈悲门的当下，你一定要有一个对象。我们的对象就是众生，众生给我们修慈悲呀、啊。所以。 如果你把修行这个慈悲门和众生联系在一起的话，你就通达了，你就可以通达你的真如慈悲。意思说，你很清楚，每一个法其实就是从我们的心去发掘出来，然后慢慢的你就通达一切法。 你明白了一切法之外，你就慢慢的把你的智慧放出来。智慧之中充满着慈悲，慈悲之中充满着智慧。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叫做智慧增长了。 那本来的智慧是有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真实的智慧，因为我们都是未来的佛，我们本性是清净的，只因为我们的无名遮盖了我们的清净的，所以我们的本质，意思是说，你的本质本来就是慈悲的，只是我们没有把它放出来，没有挖掘出来，所以师父讲了前面。 就是说，我们要重新提醒自己，在修行的道路上，注重的是我们的法身慧命。我们修的内在的慈悲，要快点修出来。慈悲对达一切众生，从众生跟我们的联系，通达一切法。所以，众生就是我们修学的对象。 自然而然，我们的智慧就打开。当我们的慈悲和智慧菩提门打开，就是我们本来的如来本性了。所以大家都知道，我们都懂这些，我们都懂。但是怎么样的提升呢？那就要看你怎么样看待你自己的法身慧命，而怎么样的修行。当然，很多时候。 人呢比较在乎，比较在乎你的身体，你的这个色身，你比较在乎世间的一切，一切，一切，甚至你会为了世间的这个舒适，你的身体的舒适，你在乎的是这个色身，你没有在乎下你自己本身的法身慧命，那有一点可惜。在这里，师父给了我们一个方法。 就是学习关照你自己的内在，从你的内在而把你里面的一个智慧转回菩提门。意思说，你观察你自己，然后你让你自己的智慧涌现而出来之后，它这个智慧会变成你成佛的资粮，那叫做菩提门。 你要这样子做，你一定要发大愿，你要把自己的愿先发出来。所以这里就要我们今年实时时觉察、观察你自己的内在，把你的智慧转为成佛的资料一定要发愿，然后发愿做什么？两件事罢了。 用你的善，你的思维的善意，你的思想，我们身口意嘛，把那个思维的意识，所有的存着想好，什么都是发出好的意念念头，每一个念头发出来就是善的。好，除了善意，然后善举。 就是要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声口的动作都是善的，所以在这里成就了人天之福。做一个真的能够与诸天佛菩萨做相应，达至怎么样度化众生的一个人，一个菩萨。 所以你看前面所说，叫你注重、注重、注重，怎么样注重呢？怎么样提升前面的法身呢？第一，学习观察你自己，然后把你的智慧变成成佛的资粮。第三，一定要立愿。第四，一定要守好你的身口意。 所以很容易，师傅给的功课有什么难？常常观察自己的六根，观察自己的起心动念，然后发愿要成婆菩萨，要成为一个能够在生活上、在社会上，甚至在人天上做一个想要成佛的自信，然后一定要注意身口意。 这就是今天，也是今年的开始。我希望大家会深入的去明白，而不止明白，要去实践，实践又实践。当然，一时间没有说，我今天听了，明天我就改到完就做到很好，不是。要时时提醒自己，所以我希望说，你们听了，重复的听，今年的功课很简。 就是你真的了解了自己，做好自己就可以了。好，阿弥陀佛。